蓝绿打假，边打边笑，用这种战力哦，民众党一个打十个，国民党送钢盔，民进党送狒狒，侯市长，身为务实的民众党，我送你有意义的东西，我冒着被柯文哲主席开除党籍的风险，不会啦，我带了考题回来，泄题给你，市长，请你好好回答，中国对台湾的威胁，威胁程度1到10分，市长你认为有几分？我从来不评分，为什么不打分数？像我不打分数，你帅不帅？我也不打分数，我知道你很帅就好了。如果你有机会成为中华民国领导人，你会不会延续蔡英文的亲美外交路线？我希望的是两岸能够稳定，区域能够和平，这才是我最大的目的。My God，我这样打也没有错啊，难道不对吗？打假的，蓝绿打假的，边打边笑，用这种战力哦，我民众党一个打十个。国民党，国民党送钢盔，民进党送狒狒，侯市长，身为务实的民众党。我送你有意义的东西，这个 ABI 的是吧？你知道这是什么 logo 吗？什么？美国国务院啊？美国国务院？哦，对不对，老花我还看不到清楚。我刚陪同柯市长从美国访美回来，我参与了每一场的闭门会议。我除了了解到美国对于美中、对于台海安全的想法以外，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，侯市长，那就是在华府 ，Nobody knows you， 中文叫做没人认识你，并不熟悉。所以今天我冒着被柯文哲主席开除党籍的风险，不会啦，我带了考题回来，泄题给你，市长，请你好好回答，针对我的问题回答。第一题，中国对台湾的威胁，威胁程度1到10分，市长你认为有几分？这个我相信大家民众心里最有感触。1到10分几分，市长？我从来不评分，但是我们要加强我们自我防卫的能力。1到10分几分？我从来不打分数的。为什么不打分数？像我不打分数，你帅不帅？我也不打分数，我知道你很帅就好了。请问，亲美对不对？只要大家都能够合作，市长走在一块都是好事。若你有机会成为中华民国领导人，你会不会延续蔡英文的亲美外交路线？最重要的，会还是不会？市长，请明确回答我。你不要问我嘛，这不是会还是不会？这不是一句话会跟不会两句话就解决的问题吗？市长，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？有些事情不是会跟不会两个问题。你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啊？您是否会延续蔡英文的亲美外交路线？我希望的是两岸能够稳定，区域能够和平，这才是我最大的目的。My God， 我这样答也没有错啊，难道不对吗？市长，我对你有更高的期待啊！谢谢市长。请你是否清楚了解到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立场及态度？你应该比较了解，你不是刚回来吗？我比较了解，市长，那我选总统了。你不是去了吗？你比较了解啊。我比较了解，市长，那我选总统了。市长 ，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ne China policy and one China principle？ 一中政策跟一中原则差别是什么？你说，你说。我说，那我就做总统了。我说。你说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说。市长，因为我这样在市政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如果你连这个都不了解，去美国是非常危险的。谢谢。这是必考题，我给你提示。哇。不错不错，市长136，什么是136？你这样会不会给柯市长？市长柯文哲一法三公报六项保证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说你说你说，我真的当总统了。我说啊，你说你说你说，在座可能新北市议员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，市长你必须答得出来，因为你要争取大位。你说你说嘛，你说安居乐业的前提是什么？国家安全，你需要清楚的了解。市长，所以你知道吗？不错，你去美国一趟，好像心得蛮多的。市长，支持柯市长，知之为知，不知为不知。就目前为止 ，you are not qualified， 你还不及格。市长，我对你有很高的期待，加油好不好？谢谢。